就是咱们先把这个旋转滚轴接好啊，接好机器，它这个接口就在这个开关的下面 USB 接口、嗯、然后正常的这个焦距呢就是旋转滚轴胶刻物，你用这个测量一下，这个就是雕刻的距离啊。然后我们连接好机器，添加文本之后，把文本这样像我这样输入过来，我就不一一演示了。然后在这里输入90，然后按一下回车，你这个文字就变成输入状的了，就这个样子竖状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旋转滚轴这个键一点击，后面的这个选项改成 Y 轴啊，改成 Y 轴，然后我们预览一下位置，这个就是你雕刻的位置啊。然后我们按一下开始啊，因为我的这个演示是654321是吧，然后现在这个6它是已经雕了啊，下面雕的这个后面是5啊，因为时间的原因的话，我们就先把这个5雕完啊。把这个连接旋转滚轴雕刻物就是大概这个一个流程啊。